啊，你甲看落去，哪会感觉安尼会头晕目暗呢？啊，我知影啦。知影什么？今日天气较炎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感觉嘴干啊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杨斌哦，是嘴干的关系啦。哦，嘴干好看，哪里应该？哎，我去山脚买面条给你吃。阿妹，要叫谁啦？弟弟弟弟，叫我。是啊。无啦，大将军啦，你叫我就敢那唔对啊呢？啥那唔对？啊，你想看卖咧？你是啊，无心的无？哎，对。你有功夫啊，你咧走路较紧啊，啊，我咧走路安尼缩缩慢慢啊，安尼哦，收过久哦，哦，王叔会懂的啦。你讲安尼唔对，啊，你拄则不是讲过人心的？哎，对。啊，所以你去买物件，我当吃饱，王叔，万一若是有惊事出啦，那真是有贼子，我唔只当对。我带你阿妈到这，你等下等你呢，跳去，行。